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九場賽事二班千四米的路程大熱暫時顯示是十。黃旗舉起，黃旗舉起了，好啦，一開閘池耀峰都是慢少少，哎呀，帝豪寶寶亦都在後面，前面快的馬有一片光明，中間勁呢只勁無比走上去啦，安琪都亦都死搶噶啦，安琪帶頭勁無比第二位，馬友冠第三，一片光明第四，粉紅衫第五位咧，仲係幼兒志好啊，馬林中間精益求精啊，內欄出閘唔快喎，紅眼罩紅衫就帝豪寶寶啦，出面三搭啊，黃衫紅帽大運當頭啊，再入邊馬有標記啦，紅比仔啦。出面三搭有遮擋啦，咁啊嗰只咧就池耀峰啦，後面兩隻分別係世界紀錄同埋灰馬黃衫黃龍大將啊！好啦，咁啊過呢個八百米段處，安琪就快放啦，第二位好輕磅嘅喎，嗰只就勁無比啊！跟住第三位外面有一片光明內欄，第四馬有冠中間第五位粉紅衫有兒志好啊！出面黃衫紅帽第六位大運當頭啊！再後邊嘅馬內欄帝豪寶寶啦，中間精益求精啦，出面衝係咪好啲咧？藍衫嗰只就池耀峰，最出仲有兩隻，咁啊有紅比仔大我當白衫世界紀錄啊！好啦，最後三百安琪仲係佔先一個身位啊！咁見到中間位置追上嚟嘅馬有一片光明勁無比，外邊冚精益求精，出面上仲有池耀峰，馬林中間大運當頭都未散，最後一百米埋邊安琪仲係佔先，精益求精，他作咗上緊嚟，外邊仲有池耀峰最出黃龍大將接近終點，精益求精贏啊！跑第二名嘅馬外邊係池耀峰。入面是安琪，咁啊主跑第四名咧就嗰只黃龍大將啊，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呢只精益求精轉彎咧有少少褪咗落去，哇直路上面又打翻上嚟，跑第二名是池耀峰，第三名埋邊是放頭的安琪，主跑第四名是黃龍大將啊。六号嘅精益求精啊，临尾落飞嘅7.3倍胜出啦，潘顿咧骑翻即刻赢我呢匹马。跑第二名咧就系十号嘅池耀峰啊，莫雷拉第三名，一号嘅安琪，梁家将第四名，后上三号黄龙大将李宝利。好，潘顿叶楚航嘅组合又一 winner。临尾啲飞先嚟啊，入闸嗰时候啊，后尾又仲有六格仔嘅。在这个路程第一 winner 千四米。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係六號嘅精益求精啊，獨贏派73.5，位置派24.5。跑第二名咧就係十號嘅池耀峰，位置派14.5。跑第三名咧係一號嘅安琪，位置派21蚊。連贏位六搭十派163.5。三重彩六號、十號、一號順序派1779蚊，單挑派229蚊。位置 Q 六搭十派57.5，一搭六派89蚊，一搭十派46蚊。跑第四名咧就係三號嘅黃龍大將。好啦，精英求精，两边啊，贵来啊！三拣一嘅预计派彩啦，胜出组合 A 二隔夜半热门嘅派23蚊。
潘顿今日都起咗个孖啦，终于都摆脱嗰啲4442，跟住赢。今场就好怪啊，大豪宝马闸啦，后屘就着到啡格咁啊，放唔出啦。但系劲无比唔系进放，反而只安琪喎真系铲出嚟嘅喎，一定要放黐栏嘅喎，开埋边添。系咯，即系嗰只重磅啊嘛。劲无比咁轻，点解唔？系啦，点解佢又唔进放劲无比？劲无比可能见到隔篱嗰个，哇，开埋边喎，即系有心顶你啦，咁啊，所以就唔好好死你啦。好，睇睇四连环预计派彩先，一号、三号、六号、十号派1485元。四重彩预计派彩啦，六号、十号、一号、三号顺序派38761元。好，咁啊，潘顿翻嚟复榜。临尾有73.5啊！呢只精益求精，亦都着咗六格嘅。好，翻嚟复榜啦，见到就富联马斯陈文海咯。巡逻影片睇翻啊，起步咁啊，帝豪宝宝就有啲挤逼啦，惨啦，嗰只马有冠，同埋安琪咧压一压佢嘅。咁你见阿梁家俊啦，就拍咗几边啊，嗰只安琪啊顺利大放嘅，劲无比啊跟住佢，出边大白鼻梁咧就一片光明嘅。咁啊守住个铁栏，第四就马有冠啦，中间就友谊自豪，精益求精啊跟住佢嘅。咁啊后边先见翻帝豪宝宝标记，出边就大运当头啦。咁啊迟耀峰其实安排入闸咧，都去到尾二先入噶啦，企嘅时间好短，但系都系慢。咁啊后边就酷比仔啦，包尾一对咧。世界纪录黄龙大将，阿帝豪宝宝咁啊出闸唔快，少咗只快马，咁啊跑落嚟咧时间都唔系好快啊，头两段偏慢啲，系转弯嗰段开始快翻少少，咁啊都属于中等步速赛事啦。咁啊劲无比早段都见有抢嘅，不过抢下咧就好似见到入边嗰只开埋边啦，决心大啦，所以就定翻住啦，都合理嘅。不过始终你咁轻磅啊，如果自己贴栏底咧，就应该威力再好啲嘅。咁啊，后边嗰堆都有得追啦。嗱，咁啊，潘顿喺中间啦，隔篱莫雷拉啊，两只都新新杀上嘅。咁啊，其余中间又只好扭位唔好顺，不过细咧都唔够隔篱嗰只标企强啊，呢度仲比较压埋个位添。咁啊，黄龙大将继续追翻近，又攞个第四。咁啊，四重彩都系靠佢啦。好啦，第九场都复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六搭十派57.5，一搭六派89元，一搭十派46元。组合六人三拣一啦，胜出组合系 A 二格夜半热门嘅派23元。四连环一号、三号、六号、十号派1485元。四重彩六号、十号、一号、三号顺序派38761元。孖宝派彩啦，头关八号美军六号咧派3372元啊，头关八号美军十号咧安慰奖派247.5。分段时间头段13:59，第二段22:07，第三段22:09，末段23:46，总时间1分22:02。